土豆小披萨。铲屎官说最近他要减肥，但是又想吃披萨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低卡的，记得收藏哦。土豆片上涂一层番茄酱，悄悄再给媳妇做一个纯肉的，嘘，放上满满的培根，再给铲屎官放上西兰花，给我媳妇铺点她爱吃的玉米粒和小龙虾，最后撒点芝士角芝士。铲屎官太笨了，得多给他来点，然后送到我兄弟的汗蒸房里，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，开饭了开饭了。